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叫瓦德罗曼达里拿州，那叫舍利州。那下面有折摩罗州、法罗折摩罗州、提婆州、毗提婆州、毗拉婆州跟那婆州嘛。须提罗山、伊沙陀罗山、千尤陀罗山、苏达里舍那山、安什富杰那山、尤明达罗山、毗那多加山、七座金山加这两座山九山，九山山与山之间有八海，形成九山八海。第八海当中是咸海，咸海当中有东南西北。其实这就是一个人对于这个建筑的了解吧，就是热爱。你如果热爱，你记得有可能就快一点。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地名没有什么特别难的，只要你多学习一点，就他就都会。我看呢几位游客他们在那儿，然后就是拿了一本书嘛，在那儿说这个四大部洲，然后我就感觉他们说的有点不对，我就过去简单的给他们纠正了一下。也是刚刚知道的，我没想到会这么火。其实我首先呢就是说感谢这么多的网友对我的这个关心和支持，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游客能够多多的来到我们颐和园参观。再加上我其实我也不想真的太火了，因为我也没想火，我怕会给我以后的这个生活呀和工作带来了很多的不便。其实我就是做了一件平平常常的事儿。天天都在这儿，然后天天去跑，然后天天去看这个看这地图。咱们不是有那个颐和园的地图吗？都有，然后你就一点一点的往明白了整呗。大概有就是说一天下来三万多步吧。我感觉我已经融入到了这个颐和园当中。小的时候来过一趟这儿，然后对，在我内心当中就是说对于这个古建筑特别感兴趣，包括这些尤其是咱这些个历史的景点吧。我也不知道从我内心当中怎么去表达这个事儿，反正就是一见到这儿就感觉都非常特别特别的亲切。领导也惯着我们说这个多做一些这个延伸的服务。进到咱们这个院子来，那个建筑的后边有一个出口，它是一个坡道。那下了坡道以后往右走叫紫薇路，从紫薇路一直走绕过这座山到东宫门那边。就这个门。对那有个小门。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为更多的游客去服务。每当我去给一个游客指完路以后，我内心当中都感觉非常的欣慰吧，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我人生的一个价值。人说白了就是活到老学到老，有好多知识。怎么说呢，我确实也是就是希望以后能够接触更多的这些方面的知识，去多了解一些历史。以后会给孩子讲一些这些历史，让他们多了解。因为这样现在这好多的孩子他缺少这些个这方面的知识，所以说我得让我家孩子多多的了解一下。又夹着七座金山，分别都是须提罗山、伊沙陀罗山、千尤陀罗山、苏达里舍那山、安什富杰那山、尤明达罗山和毗那多加山组成的九山。